方才我并未完全信任你，我只是信你不会伤害风姑娘。虽然这来源不清楚，但传闻这解药是用长生果的叶子制成的。一日找不到长生果，这江湖中人人都装着这个心魔。这找一个东西大家都没见过的，冒充长生果不就好了？要当众销毁它，还得找个好的借口，把各大门派聚集到一起。思前想后，所以决定办一场盛大的婚礼赔罪。没有我的同意，你居然打算成亲？思思，来生鬼神不是你我能左右的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救你，一定要救你。你好好活下去，冷姑娘，你今天的脸怎么有点泛红啊？是喜字反光。你说这喜字要是给咱俩准备的该多好啊。免了，受不起。马上就要婚礼了，这几天的辛苦也总算熬出头了。越是接近时间越不能松懈。冷姑娘，你说江湖中人人趋之若鹜的长生果真的值得吗？我还年轻，想这些干什么？冷姑娘果然跟我情投意合，我也觉得能跟相爱的人在一起过一生胜过无爱的永生。无聊。无聊？那我今天偏要吟一声。敢问冷姑娘，在漫漫的人生长路中，愿不愿意让灿烂的我也参与一下？我看你啊，是太灿烂了，挡在我和彩彩中间，显得有点碍事儿。小白，你怎么来了？不许看！你说你以前请你都请不来，现在一声不吭的就进来了。你们这儿的规矩也太难为新娘子了吧？我本来想美美的等新嫁衣的，谁知道还要让我自己袖手吧。
哦，对，你看，这颗珍珠像不像长生果？这么说来，其实我们相识也是因为长生果呢。春花，如果长生果是真的，你会拿它来做什么？我想送给尤斯夫人。尤斯夫人，她可是富楼的。这有什么？她这么好，尤斯夫人可怜又可爱，我好喜欢她。长生果要是被魔教的人夺走，不知道会引起多大的风波。可她不是这样的。这尤斯夫人啊，就像这颗珍珠，既单纯又美好，被富楼这只棒保护得好好的。要是有一天这颗珍珠被人摘走了，那颗棒心里可就空了。富楼现在坏不坏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一个人的心里要是一无所有，他才会真的入魔。春花，我最近怎么总是乱入这种尴尬的场景啊？启兄，启兄，哎呀，少盟主，你怎么这么三心二意？刚和春花姑娘温存完，又来我这儿吹枕边风。哎呀，还好我这个人慷慨大义，能忍受你的朝秦暮楚。别闹，我很愧疚。愧疚？对我？这样瞒着春花姑娘真的好吗？那我带你坦白。我刚试图向她坦白，但我没有说出口。她热切地想要嫁给我，如果我现在坦白，她一定会以为我并非诚心与她成亲。问心无愧就好。你未曾与人相爱，你懂什么？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你清醒一点，你马上就要成婚了，心里怎么想着那个大魔童？
上官秋月。小白，我第一眼看见的是你，你一定是我的真命天子，对不对？红的也太素。你说这世人成亲就一定要张灯结彩，红纸红布铺天盖地？是，红是喜庆之色，这世间的女子能够嫁给意中人自然是欢天喜地的。那你整天一身黑，岂不是从没欢喜过？属下能侍奉尊主已是万幸，并不需要那种凡俗的欢喜。你也是女子，可有心仪之人？属下只是属下，并无男女之分。说谎。我允许你侍奉本尊一辈子，所以这种小伤你要忍着。是。小春花的婚事无论巨细都要一一向我汇报。下手狠辣无情，不愧是尊主最信任的星主。连只镖都没躲过，顾星主要多加练习才对。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行动受伤，家常便饭。小颜，你身上有三日醉的味道，尊主最近时常喝酒吗？顾星主这么想知道的话，不如自己去问尊主。小颜，这么晚了你又要去哪儿？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当然不是假的啦。彩彩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彩彩姑娘，你不怪我。春花姑娘，你救了我两次，你是个好姑娘。眼下你和少盟主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彩彩只有祝福，别无他意。
是天底下最漂亮的新娘子。谢谢你。可惜少盟主没有办法那么快一饱眼福了。春花，小白，风姑娘，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。小白，你来坐着。你再不过来，我要生气了。真乖。嗯，说你喜欢我。萧白喜欢春花。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乖了？你以前都不会这样的。你以前看着我就脸红，还用凤鸣刀隔开我，不让我碰到你。春花，我知道。你会一辈子对我好，对不对？春花姑娘，希望你不要埋怨我对你的欺瞒。希望这场大婚可以把所有波澜淹没。希望你和少盟主可以永世静好。今日幸得各路英雄豪杰来参加萧某的婚礼，如此盛景此生难逢。但我现下想向各位宣布的却是一件与婚礼并无关系之事。夫人，您看这朵怎么样？不要总捡那种开得正盛的花。夫人好奇怪，插花本就要漂漂亮亮的，夫人您为何老是挑那些残枝败叶呢？
插花本来就是给那些薄命易逝的花第二次生命，如果为了那点美色剪下了本来就活得好好的，不就本末倒置了吗？现在是春花姑娘和少盟主大婚的时辰，也不知道他们收到我的贺礼没有啊。夫人您就别担心了。这天色不太好，夫人，我去取把伞来。因长生果一事，江湖纷乱，血案四起。我凤鸣山庄身为武林正道，岂能坐视不理？但前几日萧某机缘巧合得到了长生果。萧某主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长生果在您手上？真的，正道之性实啊，是见都没有见过。大家静一静，听盟主把话说完。此物留在世间必定后患无穷，所以今日我会当着大家的面销毁长生果。不可呀，长生果是至宝，小白，你许我的大婚就是给长生果打个幌子。啊，好一场费尽心思的婚礼啊。上官秋月，难道你也是为长生果而来？井蛙之见何其可笑，不过看你们出丑更有意思。上官秋月，你快放了他。凤鸣刀最后一式雷霆万钧，少盟主，你这一刀过来我怎么样不好说，不过你的春花姑娘却要化成肉泥了。上官秋月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快放了他。放了他？本尊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，这婚你结不成了。你瞎说什么？上官秋月，她是我的妻子，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春花姑娘锁骨处有一胎记，形似花蕾。少盟主不知道吧？你的伤疤，原来你知道，那我就不妨告诉你。春花姑娘原名花小磊，与你早有婚约，只是却和我有夫妻之实。
小白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是花小磊，春花就是春花。小春花，没有哥哥的允许，你不准嫁给别人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决定带你回千月洞。萧白想借婚事销毁长生果，而哥哥只想和你在一起。萧白，你毁你的长生果，我要我的小春花。我交出来！长生果之事，改日再议。不行，现在就要！不行，不行！现在就给我交出来！站开！我少盟主如此生气，诸位还有谁想领略一下真正的萧萧凤鸣刀？小白，算你狠！我们走，走，走。这好好的天气，不知怎么就下起了这么大的雨。夫人，夫人，thank you.
欢迎回家，小春花。千月洞不是我家。哎，哥哥这是在帮你悬崖勒马。你羞辱我，羞辱小白，你这是在把我往悬崖下推。那正好啊，以后你就和凤鸣山庄一刀两断，再无瓜葛。你为什么总是要拆散我们？看不见。